人知道，殿下不会相信小人，小人也知道，对太子妃殿下，小人有不赦之罪。就算是求死，小人也一定会恕罪。但是在小人死之前，还是要请殿下。请据此啊！你想让我亲自审你？是。看来你不只是胆大包天，还是无耻之尤。小人相信。能够明察，想让我明察，那你也应当事成。不如你来告诉我，你真正的名字。你是什么人？